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昨晚完成第三次彩排。随着节目制作和排练的逐步提升，以节目群为单元的结构方式，让晚会的整体气息和情感表达日渐凸显。唱舒心曲，讲暖心事，博会心笑，过开心年。2023年总台春晚将用多种艺术形式，在欢乐吉祥、喜气洋洋的基调中，与观众共同迎接充满美好向往、幸福安宁的癸卯新春。各门类节目创意很多都依托真实生活取材创作，除了歌舞、语言、杂技等专业演员和艺术家，还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加入到春晚的表演，力争打造一台凸显开心、信心、奋进、拼搏的新春文化大餐。